大家能听到吗？好，听到就可以了。看来今天来听课的人都是爱学习的小伙伴。今天好像这个听课人数确实少，比较少。我也能理解，毕竟小长假。那12点了，我们开始讲课，然后。先祝大家端午节快乐，明天是端午节，应该是，那就好好享受假期吧。然后我们今天的课，因为根据上一节课第四课的这个情况发现，30来页的 PPT，一节课差不多才能讲完。那我考虑到第五课也是 PPT 不少。然后呢，我现在再拆成2次，然后咱们今天就是主要讲上半部分，然后呢，今天没有实践，然后那也就是说代码这块的带来的难度和这个困扰就没有了，所以就是负担要轻一点，那顺便就是让大家过节的时候学得轻松一点啊，然后下半节课周五的话，我们再把剩下的 PPT 和代码讲了。然后那个，因为涉及到代码的话，肯定都会有一定的难度。主要是澳洲这边，没有过节的传统啊。澳洲本地没有过节传统，中国人只能自己小过一下。对，今天是物体检测的上，然后周五是物体检测的下。然后下周开始讲图像分割。好，今天我们争取2个小时完事儿啊，大家好学好过好过节。然后今天呢，我看看啊，我争取是穿插，总共有3个答疑吧，因为3到4个吧，看情况。毕竟是3到4个网络，今天要讲到这些。今天的难度跟上节课的难度比起来要稍微轻松一些，只要关键是要注重细节。因为今天那个网络改动是跟 CN 比起来的话，今天这些网络的体系是很紧密衔接的，因为是属于同一个作者或者研究组的，然后他们的目标都是一样的，所以就是相当于说是一个模型迭代了好几版，然后不断的改进，那所以很多东西都是紧密联系的，而且有差异的。好，那我们今天是讲图像检测上，那今天的内容呢，结构主要有3个，先介绍一下物体检测是什么，然后再介绍一下这个竞赛，这个竞赛在上一节课和上上节课应该都提到过了。那说明这个竞赛是很庞大的，里面有很多种小的任务。然后物体检测呢，也现在也归到这个竞赛底下了。之前是 Pascal Walk，12年之后就归到这个竞赛底下了，大数据集的一种竞赛。然后网络呢，我们今天就是 RCEN Fast 跟 Faster 3个网络，然后中间会有一个 SPPNet，是一个过渡。关键 SPPNet 主要是提供了一个思想。好，我们先说一下物体检测。那首先得知道什么是检测。那其实比分类来，分类是给图片打标签，然后没有位置信息，只是去判断图片里面有没有一个东西，有没有一个物体。那检测呢，就多了一层信息，不但要判断有没有，还要框出来在什么地方。那就是这个图里面的。那就是
除了要给类别标签，还要提供最小位阶矩形这个位置。然后这个图里面就相当于有三类物体，但是猫呢检测出了2个，所以总共检出是4个结果。也就是说，物体检测的输入是一张图片，输出的话就是一些矩形框，每个矩形框里面的物体的类别标签也会识别出来。那其实简单理解，我们上节课已经讲了那个物体分类。是输入一个图片，判断里面有没有物体。那其实这个图片里面这些4个区域，红蓝绿4个区域，其实各自本身代表一个图片，是一张小图片而已。那其实我们简单来想，只要把这个图片的这个区域能提前先抠出来，我不需要知道它是什么东西，我只知道它是一个物体就行了。要先把这些区域检测出来。然后每个区域检测出来呢，它就是一张小图片。那这个小图片是什么，属于什么类别的图片，那我直接送到上一课所学的 CNN 网络里面就能识别出来了。那就是，比如这2个猫分别通过矩形框裁出来，然后作为单独的一张图片去送到 CNN 网络里面识别。那这个就是 RCN 的基本套路了。那就是它的思路就是。先要拿到物体的矩形框，然后有很多矩形框，那矩形框里面是什么东西不清楚。然后呢，把每个矩形框在原图中抠出相应的子图片小或者是小图片，然后把这些所有的小图片作为单独的图片分别送到 CNN 网络去做识别，去做分类识别。那这个思路就是。RCN 的思路啊，就是基于 CNN 网络的这个改进，一种变种。然后这块呢是一个任务的区别，左上角就是一个分类的任务，一张图片进来以后直接识别出是有一个猫。那右边呢，右上角这个呢，就是不但识别出猫，还要给一个矩形框，然后它叫分类和定位。那这个跟检测的差异是什么呢？它只有一个物体。只有一个物体啊，只有一类物体，也只有一个物体，所以它要框出来。这是单例任务，就是分类和定位这2个任务。然后多例任务呢，就是里面有很多种不同类别的物体，或者是同一种物体里面有不同多个实例。然后呢，左下角呢，就是我们今天要讲的物体检测。然后右下角呢，就是。实例分割，它的实例分割是什么呢？就是一个多边形的分割，还不是那个语义分割那个像素级别的分割，它是一个多边形，就实例分割。只要把这个，因为语义分割还要包括一些背景方面的标注，它这个只管这个物体，也就是前景。啊，这就是一些相关任务的区别和联系。竞赛，这个竞赛上次说过了，然后，我们这次重点说这个物体检测，它这个竞赛历史呢是13年到17年，然后呢正好跟那个 Pascal Walk 2012是最后一届，跟那个正好衔接上了，它的物体类别呢是两百个物体类别，那就是说每个图片里面有多组标签了，然后肯定是有的图片是多个物体，多种物体。然后分别就会打上类别和它的那个最小位阶矩形 bounding box。然后呢，XY 是左上角，就这个矩形框左上角的坐标，左上角那点坐标。然后 WH 就是矩形框的长宽和高。相对应来，上次也大概说了有这个其他任务啊，图像分类、场景分类、物体定位、场景解析等等，还有其他的。那刚才说的是这个大数据集竞赛里面的分类，是物体检测。那这个呢，Pascal Walk 它是一个比较旧的，竞赛，是12年就不做了，12年之后就不做了。但是呢，这个竞赛因为历史比较久，所以现在大家发论文的时候啊，主要的还是先拿这个 Pascal Walk 2012去做这个性能比拼，因为这个。
一方面是要跟以前的旧的论文要拼性能，因为要用同一个数据集嘛。另一方面，可能这个数据集确实是一个传统，然后也会有用那个竞赛大数前面讲的大数据竞赛大数据集竞赛的，但是不多。这个 Pascal Walk 是论文里面拼性能的重要的一个数据库。那这块呢，有一个数据集的对比，那就是这是两个竞赛的数据集。Pascal Walk 类型要少一些啊，20类，然后这个大数据集的这个竞赛是200类，然后图片数量你看差异也是比较大的。所以之前那个，因为在深度模型一二年是深度模型刚出来嘛，AlexNet 刚出来，那这样的话正好这是一个衔接，然后要正好大模型这个深度模型出来以后，数据集自然要需要变大，然后这个正好这个 Pascal Walk 停赛了，然后这个大数据集这个竞赛就把这个一个新的那个物体识别这个任务加进来了，然后丰富了它的数据集。这个，所以说这个我们现在这节课要讲的这个网络，就是刚才说的，其实可以拆解成区域，先提区域，然后再对区域进行单独的分类识别。那它这个基本上就是两步了，先要提供区域建议，要有一个算法提供区域建议，就识别出很多潜在存在物体的这个最小外接矩形。然后接下来这一步就是对所有潜在的这个最小外接矩形对应的子图片做分类。那网络的话呢，就是从 RCN 开始，到 SPPNet，到 FastRCN，到 Faster，然后中间会经历 YOLO 跟 SSD，然后最终会有一个 RFCN。YOLO 跟那个 SSD 不覆盖了，它是其他作者的。然后我们主要做这个 RCN 这么一条主线，因为 RFCN 是在 FastRCN 基础上又进一步做了改进。那这节课呢，就讲前四个，RCN、SPPNet、Fast 跟 Faster。那像刚才已经简单说了，这个物体检测可以按分类问题来对待。那就是需要第一个模块，先要提取物体的区域，然后呢，这个区域是在不同的位置，尺寸也不同，数量还有很多。然后接下来第二步呢，就有一个模块二，然后用这个分类网络 CNN 网络对这个所有的区域进行分类识别，识别出它的物体标签。所以就下面给了一个简单的例子，做一下。左边这个图呢，黑框的位置不对，就两狗跟猫之间，那这样的话识别出来必然是狗和猫都不是了。然后中间这个呢，正好框到猫身上，那就识别把这个子图送到网络里面去识别出猫。然后右边这个图呢，把这个狗的图片截了出来，送到这个 CNN 网络识别出狗。所以就是基本思路就是这种思路。那像以前的传统方法呢，就是先要进行区域的建议生成，生成之后对每一个区域进行手工特征的设计提取，然后送入分类器。那现在呢，那既然在这个 AlexNet 出来之后，CNN 网络这个性能很厉害了，它不但可以学习这个图片特征，还可以学，还有分类器。那这样的话，现在就变成了，区域建议还是使用这些方法，然后呢，RCN 主要用的是这个 selective search，那也是一种，基于深度网络的一个算法。然后我们目前这节课只需要知道它是，生成区域的就可以了，不需要知道太深，核心还在后边。然后呢，CNN 就是用来提取特征了。CNN 主要用来提取特征，分类器呢，RCN 里面用了这个线性的知识向量集 SVM，
然后另外还有一个重点的很重要的事情就是这个bounding box regression 回归，就是说我这个 selective search 这个区域建议的生成算法提取出来的这个最小外接矩形呢，有可能不是很精准。那这样的话，我就需要一个 bounding box regression，就是这个外接矩形的这个回归模型，去把这个区域的位置进行精化，进行或者说进行校正，然后最终就会作为合起来，大家合起来就是这个 RCN 网络。然后呢，这是输入图片，然后呢，selective search 生成区域，生成黄框都是区域，然后到这个原图里面去截取相应的区域。那他这块举例子呢，是举出了这个人的这个，然后呢，这个截出来的子图做了一定的膨胀，也就是把框稍微放松一点，以保证所有的这个物体的信息都能进来，然后做一下尺寸的归一化，就是把尺寸变换成 CN 网络可接受的尺寸，叫224×224。这样的话，它就会送到，所有的 CN 网络了。那这块呢，还是用的是 RCN 呢？因为是14年提的嘛，它就只用了 AlexNet，所以这个 CN 是 AlexNet。然后对每一个区域分别做这个识别，然后得到这个人的标签，这就是它的一个流程，就是跟传统的思路方法的一个对应。好，现在这个就是 RCN 的一个另外一种结构图了。然后我们可以看一下，模块一用这个 SS 获取区域，SS 算法获取这个区域建议。区域建议呢有大概2000多个，然后这个区域建议呢跟分类它是。这个算法是不负责分类的啊，它只是负责判断有没有物体，有没有包含物体。接下来呢，做区域预处理，每一个区域呢，先做16个像素的膨胀，就是 bounding box 的膨胀。然后接下来啊，sorry，这块是尺寸是227，变换成227227，那也说它有形状，是有形变了。这就是按箭头，就是这块做了区域的预处理，然后接下来呢送到 AlexNet 网络，那这些都是 AlexNet 网络，然后呢对所有区域进行特征提取，从第七层，也就是第二个全链接层提取特征的输出作为特征，然后这里边呢 AlexNet 这个网络是需要进行 fine-tune 的，啊，fine-tune 一会儿后面会具体解释一下。接下来呢，拿到这个特征之后，我就会送到 SVM 里面分类，这个知识向量机分类器，然后进行分类。然后这个 FC7D 这个第七层全链第七层输出的特征是4096维的，一乘4096。然后分类的时候呢，是一个二分类问题啊，就是说，比如说，Pascal Walk 有20个分类，那也就我这块会有20个 SVM，每一个 SVM 负责一个分类，判断这个类有无零或者一，是一个二分类，而且是线性的分类器。然后接下来呢，就是 bounding box 回归模型，这是额外加的一个，要精化这个SS 算法去生成的区域位置，然后它的输入呢是需要这个 CN 特征的啊，它使用的是第五全集层的特征，输出特征也一样，它跟那个 SVM 分类器一样，也是一个分类一个回归模型，20个分类那就20个回归模型。好，这就是 RCN 的基本结构和基本组成。那我们先简单回顾一下 AlexNet，5个卷积层，然后3个全链接层，然后呢，
他说的第七层应该是指的是这个，这个是它的特征，MC7 输出的特征。那这块呢，我们先简单解释一下什么叫 pre-train 跟那个 fine-tune 啊。pre-train 是预训练，什么叫预训练？预训练的意思就是，拿一个已经在其他数据集上训练好的 CNN 模型，直接拿来去作为初始模型。初始模型的意思就是，共用层的参数都是已经在另外一个数据集上训练好的。然后因为这个，这个 ImageNet 是目前为止很大的一个分类数据集，然后它那个1000个分类基本上涵盖了主要的物体类别，所以呢，这个数据集是可以。是很权威的。那这样的话，在这个数据集上，CNN 学出来的那个模型，学出来的 CNN 模型，那它应该至少在前5个卷积层，或者是所有的卷积层上，它对这个图片的特征学习基本上已经成型了，或者已经成熟了。那这样的话，它就可以拿过来直接使用，作为模型的初始参数来使用。也就是说，我们在模型迁移的时候，一般都会拿这个，在 ImageNet 上进行训练过的 CNN 模型进行再训练。再训练的话叫 fine tune，那再训练的话是基于你现在要解决问题的数据集进行训练。那也就是 pre-train 用的数据集，基本上都是ImageNet 这样其他的数据集，当然也有同类型数据集啊。然后，但是这个一般用的场景不是很多，主流的还是拿 ImageNet 的 CNN 模型作为 pre-trained model 作为初始模型。然后在这个初始模型之上，你做你自己的再训练，然后让这个模型更适应你这套数据集，那就叫 fine-tune。所以这就是 pre-train 跟 fine-tune 这两个词在这个深度网络里面是很重要的两个词啊，尤其在训练的这个过程中，这两个操作也是很重要的。然后，那这个我们框架很简单，刚才已经说了，训练流程比较麻烦啊，有4步，它不是那种点对点、端对端的那种训练，因为它各个模块都是独立的，比如说这个 SS 区域生成和这个 CNN 网络。还有那个 SVM 的分类器，还有那个Bounding Box 的回归模型，这4块都是严格来说都是拆开的。好，那第一步呢，就是获取训练，就训练的第一步就是获取这个 pre-trained model，因为我们用的是 AlexNet，那就是在 ImageNet 上已经训练好的 AlexNet 的模型，要拿来直接用。那第二步呢，第二步是做 fine-tune 了啊。第二步 fine-tune 之前呢，要做一个事情，这是就是要把这个红箭头，这个红箭头要把，因为之前 AlexNet 是在 ImageNet 上做的，它是1000个分类，那最后一层那 Softmax 那一层的输出，就最后一个全链接层的输出是1000维的，那但是我们的物体检测是多少维呢？就是21维或者是201维。Pascal Walk 是20类物体加上一个背景类，所以叫二十，所以是21类。然后那个大数据集的那个竞赛是200类，再加上一个背景类，那就是201类。那肯定就是根据不同的数据集，你需要把这一层的维数改成相应的输出，就相应的维度，就1000改成21或是201。然后初始化呢，就是随机初始化了。除了在这一层改完之后，剩下的层都原封不动，直接用 pre-trained model 预训练好的模型，包括参数，就结构什么的都是完全直接用。那我们现在就是走这个流程了，就原始图片进来，拿到这个区域建议，然后截出图，送到这个卷积网络，然后进行输出和训练。啊，这个第二步训练呢，用的还是概率 log 值。fine-tune 的时候用的是概率 log 值啊，fine-tune 的时候还是用 AlexNet 那套网络进行 fine-tune，
只不过最后一层全连接层输出改成21或者是201的维度了。样本呢？怎么去组织样本呢？那就是 N 类，比如说 Pascal Block 20类会提供32个，就每个 mini batch 里面32个正样本，然后背景类呢，也就是负样本提供96个。怎么去定义这个正负样本呢？正样本就是这些区域建议里面跟这个 ground truth，就是标签的，就是标记出来的真正的那个矩形框的重合度大于0.5重合度 IOU，一会儿会具体说。我们简单看一下这个右上角，简单看一下图有个概念就行了，就是 A 是一个区域，B 是一个区域，A 和 B 有个交集，那交集占的比例，占的 A 和 B 面积加和的比例就是 IOU。那如果它们重合度很高的话，那比如说，正样本如果一个区域，假如说 A 是 ground truth 标签，然后 B 是一个区域建议算法生成的一个区域，这个区域跟 A 呢重合度很高，大于 IOU 大于0.5，那这个就可以认为是正样本，小于0.5呢就是负样本。这就是 fine-tune 进行再训练的时候的一些操作，就是要简单来说呢，就是把输出改成21位或201位，然后组织出32个正样本和96个负样本，然后还是使用 AlexNet 那个概率 log 值的损失函数，然后进行 fine-tune，全部的 fine-tune 啊，所有层包括卷积层。fine-tune 好以后，那我这个模型可以说是就适应了这套检测的数据集了。适应了这套检测的数据集之后，我们就不用它的 softmax 层了，我们只使用预训这个 fine-tune 好的再训练好的那模型的 FC7 特征，然后是4096，然后这个特征呢就是作为区域的图片特征了。然后第三步呢，我们就是要拿这些特征训练线性分类器了。然后线性分类器 SVM 这块也不细说了，目前需要知道是个分类器就行了。大家有兴趣可以网上看很多教程的，然后现在知道它是一个分类器，因为这个分类器在后面的版本迭代中就已经扔掉了，就不用。然后，但是不太清楚它为什么这块非要用线性 SVM。SVM 的这个损失函数就 hinge loss，然后是二分类嘛，线性的二分类，那就是 n 个分类对应 n 个分类器，然后正样本就是所有的那个 ground truth 区域对应的特征，负样本呢就是跟 ground truth IOU 小于0.3的这些 SS 区域。大家发现跟刚才那个正负样本的选取规范不太一样啊，而这块正样本就是 ground truth 区域提出来的特征，然后负样本呢就是SS 算法出来的区域里面跟 ground truth 重合 IOU 小于0.3的区域。然后下面呢就是上面是正样本，下面是负样本，然后送到这个预训练好的再训练好 fine tune 好的这个 AlexNet，然后提取出 FC7 层的特征 4096A，然后送到这个线性分类器，比如说猫的分类器，然后输出0或者1，然后是其实是输出一个概率值啊，然后是接近一的时候，那我们就认为是猫了。当然这块因为最终你做决断的时候，比如说有21个 SVM 分类器，不对，20个 SVM 分类器，然后每一个类型都会出一个概率值，那你肯定是要选取概率值最高的那个 SVM。那如果概率值最高的那个 SVM 对应的是猫，那这个标签结果就是猫。然后第四步，我们刚才已经相当于说是已经把分类器训练出来了。那接下来呢，就要做的是
这个 Bounding Box 回归了，做这个SS 区域的净化。然后它输入呢，还是在这个 IFC7 特征上使用。我看这块儿，这块输入应该，对，是 IFC7。然后后面的模型应该用的是卷积层的特征，然后这个模型用的是用的 IFC7 的特征。那它的目的呢，就是要提升这个Bounding Box 的定位性能或者说是准确性。然后是每一个分类对应一个这个 Bounding Box 回归模型。然后呢，简单直接来说呢，这个回归模型是要把旧的 X、Y、H 跟 W 映射成更精确的X、Y、H、W，就是一个矩形框的位置重新的映射。那它输入是由两个东西啊，我看，抱歉，这块说错了啊，这个是有问题的，这个是卷积层，这个本 RCNN 直接使也本来就使用的是第五个卷积层，最后一个卷积层输出的结果，作为这个Bounding Box 回归模型的输入，这就是它这个意思，就是这个区域经过 AlexNet 前馈计算之后，第五层卷积网络输出的特征，这是一个 tensor 张量三维矩阵。另外一个输入呢，两种输入，另外一个输入呢是对儿，是这个 bounding box 对儿。那 p 呢？p 是这个旧的，是这个 SS 算法提出的旧的这个位置信息，就是 X、Y、W、H。G 呢是 ground truth，就是要输出的。所以说，严格来说，三个输入，两类输入，三个输入。Bounding box 这块是有一个一对儿新旧的这个位置信息。然后这个 P 怎么选取呢？这块又有一个新的阈值是0.6 IOU，跟 ground truth IOU 要重合的 IOU 要大于0.6。然后，这个回归模型的优化是 square loss 啊，就是这个平方和 loss 差平方和 loss。然后这个呢，就是它的函数，损失函数。我们看到这块儿，这个是我刚才说的卷积层输入，然后 W 呢是要学的，W 相当于说是，跟这个特征一乘，是要进行特征的组织和变维的。然后呢，TI，TI 是什么呢？在这块儿。这个星号指的是，因为这个星号对应的是 X、Y、W、H 是有四个的啊，那也就是说 X、Y、W、H 各需要学一个这个参数 W。然后这块呢，这是一个 X、Y 呢是一个比例差的比例关系啊，就直角坐标系下的一个比例关系。然后 WH 呢是一个极坐标系下的比例关系啊，那也就是说，这个东西是要最终算出什么呢？算出的是变化，offset，算出的是一个变化，或者说是一个校准量、校正量，而不是原本的输出结果。然后这个地方呢是这个正则项了，L2 的正则项。然后，所以说这个regression model 回归模型是要把四个 W 都训练好。那训练好后呢，在测试阶段是这么用的啊，就是第一步，我肯定要是拿到这个区域的第五个卷积层输出特征，然后乘以学习好的这个 W 参数，那 X、Y、W、H 都要学计算出这么一个变这个 offset 偏就是校正量，然后呢各自进行各自的校正，像 SY 呢是直角坐标系下的这种校正，
就是学出来的，计算出来这个偏量乘以旧的，然后再加上旧的。这个极坐标呢，就是要做这个指数计算了，然后再乘一下旧的。所以这是两个不同的坐标体系。好，这就是回归模型。接下来呢是要做测试了。其实训练跟测试有一点差异，但是基本是一致的。测试的话，就先拿 SS 算法提取出2000个区域，然后拿到区域后呢，进行膨胀，然后缩放到227，然后使用 fine-tune 过的 AlexNet 在训练过算出两套特征，这两套特征分别是 FC7 跟第五个卷积层特征。FC7 呢是直接送到 SVM 进行分类了，然后分类之后呢，每一个区域都会有，比如说我们用 Pascal Walk 这么一个数据集，那我们就会有20个分值，20个类别的分值。那哪个类别分值高呢？最高，我就认为这个区域属于哪个类别。那比如说，我们简单先说猫。那这样的话，比如说，刚才提取了2000个区域，那这里边呢，可能有多少个？有100个区域是猫的这个分类器的给的输出的这个概率值是最大的。那我们就要对这个100个猫区域的候选区域进行一个筛选过滤。那过滤是用什么呢？用非极大值一致，就是要把这个多余的区域、重合的区域全部剔掉，最终可能只剩下10个。那10个呢，就是重合度不高的区域了。这些区域就是有可能是多个猫啊，就分散在不同位置上的。所以它呢，那这块呢，就是要步骤是有先后的，先要拿 FC7 的特征获取这个类别的分类值、分类概率，然后呢，对每一个分类下的所有区域进行一个非极大值的一致过滤，拿到小范围的区域子集，然后最终进行这个bounding box 回归了。那这个非极大值一致呢，操作很简单，就是第一步，先对所有的，比如说刚才说有100个区域，然后是在猫的分类器响应上获取最大值，那把这100个区域呢，从大到小排序，按照 SVM 输出的分值排序，在就是猫这一类的 SVM 分类上输出这个，按基于这个分值进行排，从大到小排序。然后剔除呢？怎么剔呢？还是从大到小开始操作，然后判断。第二步，如果比如说第二个区域从大到小排序后，第二大的分值第二大的区域跟第一大的区域，如果它的 IOU 大于0.5，就跟第一个区域的这个重合度大于等于0.5，那这个区域就要扔掉它，因为是冗余了。重合了，然后不断的替，从第二个一直到第100个，不断的往后替，把所有大于等于0.5的都替掉。那有可能替完之后呢，就剩50个了，剩50个了。这50个里边呢，第一个是刚才的排分值排最大、最靠前的那个，然后那个呢就保留掉了，就保留了，不再进行。不再进行剔除了，就存到另外一个区域，而剩下的49个呢，作为新的候选区域，再从大到小排序，再做这一步这计算，循环做，一直把这些区域全部做完，那最终可能100个里面就剩10个了，然后那10个呢，要拿出它们的第五卷积层特征，送到这个回归模型获取。bounding box 的偏差 offset，然后去修正原来 SS 区域提出的那些区域的旧位置去进行修正，对那些旧位置进行修正。
好，这块是性能评价。性能评价呢，用的就是 MAP，然后是0.5，0.5指的是 IOU 这么一个值啊。那说到这儿呢，我们得先知道 IOU，就刚才说的这个图，刚才已经见过了。A 区域和 B 区域的重合区域、交集区域，然后除以 A 区域和 B 区域的并集区域。并集区域是要把这个重合地方再减掉的。这块就是 IOU 的定义。好，知道了 IOU，前面的自然就想通了，它就是一种重合的定义，后面一直是会用 IOU 的。然后 MAP 呢是怎么算的呢？那肯定是要每一类要计算一个 AP，就是平均的精度。然后呢，每一类算出 AP 后，总共比如20类算出20个 AP 值，然后做一下平均，那就是 MAP。AP 呢是什么呢？它是这个准确率召回率曲线的这个面积，比如说这个是准确率召回率的一个曲线，这是准确率，这是召回率，因为这两个属于一种鱼与熊掌不可兼得啊，就是你希望精度越高的话，那它必然召回率要下降，如果你希望召回率高的话，那精度必然会下降，所以就是这两个地方都是其中一个值很高，另外一个值很低。那个这个性能曲线就是随着精度的不断提升，召回率不断的下降，但是我不能下降的太快，那说明这个模型就是很好的。那也就是说，这个曲线呢，就是弧度越大越好，也就面积越大，下面的这个面积越大越好，这个面积越大越好。那这个面积呢，就是 AP。那比如说，我现在又有一个新的模型，它的曲线是这个形状的，那肯定这个新的性能曲线，这个PR curve 这个曲线的面积就是要比旧的要大，那它的性能更好，AP 值更高。那我们接下来具体说一下什么是准确率，什么是召回率。准确率呢，就是你识别的，比如说，1000张图片里面，我们现在就说两类物体啊，1000张图片里面有500张猫，500张狗。那比如说，我现在这个算法识别出了500张图片，就识别出了500张猫的图片。但其实呢，识别出来的这500张猫的图片里面呢，只有490个是真正的猫。另外10张是狗，那这个真正的猫呢，就叫true positive，就是对的正样本。那十张呢，那就是 false positive，就是错的正样本。然后还有剩，那肯定是这剩下的那500张没识别出来的，里面有10张的猫是它没检测出来的。那个呢是 false negative，是错误的负样本，错误的负结果。那所以，那简称呢，这个就是true positive 就是 TP，false positive FP。那对应的，他们就可以计算出来这个准确率和召回率了。那就是准确率就是判断你识别出来这些图片里面100%多少是正确的，召回率呢就是判断你识别出来这些图片里面，把100%多少潜在的，就真正的那个猫给找了出来。那这块还是根据 IOU 去定义一些这个 true positive、false positive。然后呢，这块是一个性能的比拼，那这是第一个。使用 CNN 模型进行，使用深度网络进行这个物体检测，那它性能是要跟一个传统的 baseline，要进行对比的。我们可以看到，这个性能变化还是很大的。但是呢，它这儿有个问题，就是训练时长，因为是4个阶段嘛，而且重复计算量很大，所以它训练时长特别长，24小时，集中
在这个特征提取上，SSDM 训练很快，fine-tune 也还好。然后测试呢，我特别慢。然后呢，它这块是 VGG 的，它在 LXDent 上改了后，VGG 也改了一版，就是这两个网络都可以改成 RCA。然后呢，VGG 16肯定是要比 LXNet 要快啊。然后它 VGG 16层，它都测试一张图片用了47秒，接近1分钟了。那这个在实时响应上，假如说你要想往手机上迁移这个网络的话，假如说手机性能跟电脑性能一样快，带了很强大的显卡，都是快1分钟的检测效率、检测时间，那这个真的是我没办法忍受啊。所以呢，这个网络的这个计算速度问题，就是这个 RCN 重点要解决的问题，也是后面一系列网络重点要克服的一个难题。然后精度的话，当然要是越好、越高、越准越好，但是这个不是他们的重点。但是后面的网络相应的精度上都会有些提升，因为毕竟网络优化了。那主要原因就是这个训练是一个多阶段、多阶段的。比较复杂，然后重复计算量很大。好，这个是 RCN 最初始的网络。那大家有什么问题？现在我们可以先简单答下疑。大概我看到，在10分钟的样子吧。11。然后我切出来。有一些问题啊，刚才有些人问了，LXDent 有现有的程序，应该是有的，这很经典的模型。最后三个全链接层是干嘛的？这三个全链接层，哎，之前 CN 网络里面有提到啊，全链接层主要的角色是做这个决策的，做这个做什么？就是前面，比如说 AlexNet 前五层特征，前五个卷积层是做feature learning，就要学习特征的。然后后边呢是类似一个分类器的角色，做推断用的。然后为什么要选倒数第二个全链接的输出？因为倒数第二个全链接输出是最就是能保证特征原始特征的情况下的最深层的特征。所以，因为你倒数第一个输出就是跟分类的数量相关了嘛，比如说数据集是1000的话，1000个分类的话，那最后一层的输出就是1000位了。那1000位就是带语义，就是带已经带了语义决断了。那我们一般希望什么呢？希望提的这个特征尽量是原始特征。那这样的话就不能用这个最后一层1000分类的输出了，一定要用之前的。那为什么要用倒数第二层呢？那是因为有这么一个 CN 网络里面有这么一个假设，就是说层数越深的话，它提取的这个特征的语义信息，那个 level 越高，也就就特征提取的越充分，你可以这么理解，因为层越深的话，语义级别越高嘛，所以就是要一般都会选第二个全链接，包括一些。比如说一些基本的复杂的任务网络，就是图像描述或者是图片问答，他们在初期的一些文章中，他们的图片特征都是不管用什么 CNN 网络，都是选倒数第二个全链接层的输出。线性分类器，他用这线性分类器，我想他这块的一个初衷可能是说。他想验证这个 CNN feature learning 这个功能很强大，就说这 CNN 已经把这个特征学习得很好了，我不需要一个复杂的分类器就能达到，就用一个简单的线性分类器就能达到很高的性能。我想他是可能一方面是出于这个原因，就说
其实在这个深度网络出现之前，大家都是一般就说肯定分类器越好，结果当然越好了嘛。但是就说，如果特征提取的足够好的话，特征提取的足够好的话，很简单的一个分类器就能把这个任务给解决了，达到很高的精度。这是一种说法。SVM 为什么要用 hinge loss？与逻辑 logistic regression loss 有啥区别？我首先现在我这块没有做准备啊，没做准备。然后我这个都是很久之前了，这个问题应该是回答不了你了，很抱歉。然后你可以网上搜搜看，或者等我有空了我去。跟进一下这个，因为这个是属于机器学习的范畴了，传统机器学习的那个范畴。然后在这块的话，知道他们的角色就可以了。为啥一会儿 FC7 一会儿 conf 5 啊？就为什么一会儿要用全链接的特征层？一会儿要用卷积层的特征层，这个是一种它的一种实验设定吧，就是SVM 分类器用的是这个 FC7 的特征，然后那个 bounding box regression 回归的话用的是这个卷积层特征，就是第五层卷积层的特征。AP 是有个超参，AP 的话，这块超参应该是那个 IOU 吧，0.5。啊，调整某个准确率、召回率变化，你说是那个？你是说的，就比如说这个，你说的这个参数应该是那个 KN top K 那个 K 值吧？比如说我1000个图片，我基于一定的规则，然后这个图，假如这些图片都是猫，就是也当然也有不是猫的，有狗什么的。我基于这个图片，基于这个我自己的一套系统进行从大到小排序，最大的说明这个最有可能是猫，最小的是最不可能是猫。那我这个 top k 取前 k 个，那肯定 k 值越大，那个召回率就越高了。比如说极端来说，k 取到1000，那肯定所有猫都进来了，那肯定那准确率就极低无比。那比如说我取 k 取10的话，那有可能10个里面全都是猫，然后那个准确率就100%了，但是那个召回率就差很多。啊，为什么要用极坐标？这个我还没深入研究过，我们就此先认为，它也许极坐标更适合这个宽高的处理吧。图文章图的物体数量有限制吗？在这块的话，它是，基本上均下来一张图都会出2000个左右的区域吧。它是有，应该是有超参控制的，这个我不清楚。同一张图的物体数量有限制，哦，sorry，理解错了，物体数量。应该会有，但不可能像你说的这么多。我觉得2、3个类型应该足够多了。然后它不一定。它这个不一定能覆盖到所有的动物啊，有可能就那么几个动物，猫、狗什么的。它 fine tune 的话，它用这个 fine tune 去做21个分类的微调，它主要是想把那个，想让这个 pre-train model 适应这个数据集，适应这个物体检测的数据集。那这样的话，它那个 FC7 层输出的那个特征，更适用于这个物体检测了，这套数据集了。
然后为什么还要用21个 SVM 分类器？那也许有一个原因就是简单吧。这我觉得完全可以用 Softmax。它也许 2SVM 这个分类器性能就是准确精度确实要好一些。Fine-tune 需要多少张图片？Fine-tune 的话，就是把 Pascal Walk 里面所有的训练集图片全要拿进来进行 Fine-tune。Fine-tune 其实就是训练，本质上就是训练，再训练。特征提取来是什么特征？不知道，这就是 CN 网络的黑箱子的那个操作，就是它能学出来很好的特征，但是哪个特征是什么物理意义，是什么语义的意义，不知道。好，还有问题吗？好，那我就认为大家基本了解了。这个网络我感觉还讲的有点慢了啊，后面可能稍微要快一点。那我们现在开始继续往后讲。SPPNet，然后这个网络呢是要解决一个问题的，然后这块说出来了，就是解决的就是 RCN。导致 RCN 速度慢的一个重要原因，就是这个计算量太大。什么计算量太大？卷积特征的重复计算太大。为什么这么说呢？是因为一个图片，我们刚才说了，要出2000左右的区域，这些区域位置不同，尺寸不同。图片也就，我记不清了啊。我们简单来说，假设它是512×512的。不会比这个再大，我们要出2000个区域，那这个很有可能绝大多数区域要被重复好多次的啊！如果把这些区域全扣到这张原始图片上，有很多重复的，那每一个区域要出一张图片，然后再送到这个卷积网络进行计算。那假如说这个区域重复量很大的话，那可能这个图我们换算成图片计算量来说，那有可能这个图片就要送入进去过，计算过好几十遍了，那其实本质上只送一遍就可以了。啊，那这样的话呢，这就是它速度很慢的一个原因，尤其是在测试阶段的时候，一个图片上来了，然后要出2000个区域图片都要跑一遍 CNN，那即使单遍跑很快，那你也竟扛不住2000次的计算，那它。SPPNet 就是要解决这个问题。那他提出了这个两大改进啊，解决这个问题。那因为像刚才说的，卷积特征重复计算量太大，那我们就要想办法去共享这个卷积计算，只让这个卷积层去算一遍。在他这儿提出来的一个思路就是，我不去给这个网络送子区域图片了，直接送整图，送原图。送完之后呢，第五个卷积层的输出就是这个整图的特征，卷积特征。然后接下来呢，我的区域是在这个第五层的卷积特征上进行截取的啊，就不在原始图片上截取了。当然，这个卷积层上是有这个长宽维度上的降维的啊。那你区域的话，肯定相对应的要做一下这个分辨率的变换。然后呢，它这个，在这个特征上，但是这块有一个问题啊，因为你这个区域是什么，大小不固定的，那大小不固定的，那覆盖如果扣到那个卷积层上的时候，映射到卷积层上，第五个卷积层输出上的时候，它覆盖的特征的像素
量是不一样的。但问题是 CN 有一个缺陷啊，CN 有一个缺陷是什么呢？最后一个卷积层到第一个全链接层之间，它是要经过一个全尺寸卷积核的，全尺寸的卷积核的尺寸是跟最后一个卷积层的输出尺寸是一样的。那假如说你这个区域大小不定了，那在第五个卷积层上抠出来的这个特征，那肯定大小不定了。然而我这个全尺寸卷积的尺寸是必须要固定的，那这就是一个问题了。我不可能是动态的适应所有的，那它这儿呢，就加了一个，就引进了一个新的东西，叫空间金字塔池化。那这个金字塔呢，就是我们之前在第二课和第一课都有所涉及的那个空间金字塔，就是尺度上的一个不同的变换。那只不过呢，这个是不对图片做尺度变化了，它对那个区域的大小做变换，是一个逆思维的操作。一会儿会有图例。为什么叫 STP 呢？就叫这个英文翻译过来的空间金字塔池化这三个首字母。然后是要在这个第五个卷积层输出上要提取特征的啊，使这个不同尺寸的区域能拿到相同尺寸的特征，拿到相同尺寸的特征，那个全尺寸的卷积、全链接卷积，也就是过卷积，要过渡到那个第一个全链接层的时候就没有问题了。这就是一个尺寸固定的需要。那这张图呢，大概说一下 SPPNet 的这个框架。然后这块是图例呢，就是一个简单说了一下 crop 跟 wrap，就是截图跟这个变域处理是怎么操作的。关键是看底下，就是上面呢，这个是 RCN 了，一个图片进来，我要截图，截完之后我要做尺度的一个这个尺寸的变换，然后让这个卷积网络，就是尺寸变换到卷积网络需要的输入尺寸上，后面就是跑结果就可以了。然后下面这个 SPP，它就是图片先进到这个五个卷积层里面，依次跑过五个卷积层，最终拿到一个输出，就第五层的卷积特征输出。然后呢，送到这个 SPP 这个池化层里面，然后输出一个，这块会要输出一个定长的特征，定长的特征，一维特征，定长的一维特征，然后再送到全链接层进行预测，这就是 SPP 的位置。好，这个是讲了一下它那个网络结构，然后黑线左边的话是，也是一个训练图的演示，然后右边呢是一个测试图的演示。那我们先看左边，刚才有一个有一个说法，就说那个 fine-tune 的时候，在训练的时候，那个 AlexNet 上所有的层都要全部 fine-tune 的，然后 SPPNet 这块有点问题，就是它没办法把那个实现共享的卷积层进行 fine-tune 啊，它只能去 fine-tune 这个全链接层了。所以这是它的一个潜在的问题，后面会明确说一下。那我们这块可以看图片输入进来，字体向上的走啊，图片输入进来，经过这个五个的卷积层输出一个特征，特征输出来之后，这个区域，这些区域是还是那个 RCN，它用的那个 SS 算法把这个区域送进来，在这个第五个特征层上进行区域特征的提取，然后使用的是什么呢？就是这块用的就是 SPP，正好我这块水平线上画着对应的啊，这块是对应的，可以看到这个地方是 SPP 层，然后这个地方对应的是第五层卷积层的输出，然后呢，经 SPP 层输出定长的特征之后，送到全链接层，送到全链接层。六七八，然后进行
接下来呢，就进行这个SVM，它这块 SPPNet 呢是没有改这些东西的，就这些东西都在，只不过是输入特征有所调整。那右边呢是一个测试的流程，图片进来之后，我先这左支呢是进行卷积，拿到这个第五层特征，右边呢我是要通过 SS 算法拿到这个区域，然后呢在 SSP 层进行特征提取，所有的区域进行特征提取，然后把所有区域的特征送到全链接层 SVM，然后进行预测。那到这块呢，是拿到了这个分类结果了啊，拿到了分类结果了，class 的分类结果。接下来呢是要做 bounding box 的回归的，那使用的特征呢？AlexNet 那个RCN 用的是 AlexNet 里面第五个卷积层的输出，也就是这个。那这块呢 SPPNet 呢直接是用的 SPP 层的特征输出，也就是定常化的一个特征送到回归模型。然后呢测试阶段还是要做极大值一致的啊，跟那个 RCN 完全是一个样，因为有了类和类对应的那个概率值，就可以做排序，做了排序就进行这个冗余的剔除，也就是非极大值一致，啊，最终剩下来的子集做这个回归，啊，这就是 SPPNet。那我们现在具体讲一下什么是 SPPNet，就什么是 SPP。这块呢，它叫空间金字塔池化。这块图例呢，这是整图经过卷积之后第五个特征，第五个卷积层的输出，我们看到是整图的特征。那这块呢，这个方框呢，这是其中的一个 SS 算法提出的区域建议。那这块区域对应之后，它把这个区域进行映射，扣到这个特征层上。扣上来之后呢，要做两个事情，先做这个网格的划分，它有三个方案啊，一乘一，这个是一乘一，也就是全尺寸，这个是二乘二，四方格，这个是四乘四，16方格，那这个加起来呢，就是21个方格，就是21个方格，然后每一个方格里面呢，都会覆盖一定量不同数量的像素点。但是呢，这个方格里面是要做 max pooling 的，那最终输出是一个像素的值，所以呢，最终输出应该是有21段这个定常的特征啊，21段定常特征就是对应的，这一乘一对应的灰色的、绿色的是4个，蓝色的是16个，我们首尾串接是一个增强特征，很长啊，这个确实很长，然后接下来呢就送到这个全链接层，那所以我们可以看出来，它是替换了这个卷积第五个卷积层的那个 pooling 层啊，把那个 pooling 层扔掉，然后用我们现在的 SPP 这一层，然后配超三呢，就是一乘一、二乘二、四乘四的网格划分的三个 level，三个金字塔的 level，三个金字塔的层，因为网格一乘一呢，相当于说是全局信息了，二乘二呢是一个中间尺度的信息，四乘四呢是一个细节尺度的信息啊。当然你还可以再加，你比如说8乘8，再往上16乘16，可以无限度的加。但是这个带来的问题就是，这个特征量就变大了，计算量什么都上来了，然后存储量也上来了，因为这些特征是要离线存储的，所以怎么去做 trade-off 平衡，这也是一个问题。所以他这只选了这个一乘一、二乘二、四乘四。然后 bin 内的话，像我们刚刚说的是 max pooling，这块呢是一个更细的讲解啊，都是一样的。这块相当于说是，feature arbitrary size，它这块 feature map，它这啊还是一个整图的，所以这两个图其实是一回事啊，只不过这个图没有把那个区域的框选给表达出来，我这块都弄上来是为了方便大家更好的理解啊。
啊，训练呢？训练跟刚才的有点类似啊，跟 RCN 有点类似，但是有一些差异，就是这个红框里面的。照样，第一步还是 ImageNet 上面的预训练模型，AlexNet 或者 VGG。然后呢，接下来是拿 SS 算法算出区域的 SSPP 特征。因为这个是 pooling 层啊，SPP 严格来说是个 pooling 层，它是没有那个可学习参数的啊，只有一些超参，所以就可以直接算出特征。然后呢，拿到这个pre-train model 上提取出来的 SPP 特征，然后呢，这个特征是用来 fine-tune 后面的全链接层的啊，fine-tune 后面的全链接层，卷积层是在这个网络里面是不参与在训练的。然后拿到这个 fine-tune model，fine-tune model 就是权重是 FC678 权重是有了变化，那这样的话跟 RCN 的区别就是。使用的特征不一样，一个是这个第五个卷积层的 pooling 层的输出啊，对，刚才 RCN 那块我们省略了，说法有点省略，其实本质上是 pooling 层的特征，就是先做第五层卷积完后，要过一个 pooling 层，然后再输出，才是那个 RCN 本身这个网络要用的。然后这块呢改成 SPP 特征。然后 fine-tune 这块就是指 fine-tune 全链接层，不像 RCN 是 fine-tune 所有层。然后 T 特征呢，还是 FC7 主特征。那接下来呢，就是送到，就跟 RCN 一样，送到 SVM 分类器。然后这个 SPP 特征是要进 bounding box 的，这就是差异。那也就是说，它这块相当于说是两个事情了，从网络。训练上都没啥大的变动，就是把第五个卷积层配对的那个池化层换成 SPP 这个池化层，那相应的这个 bounding box 回归模型需要的输入特征，那就是由这个全卷积第五层全卷积的输出特征换成这个 SPP 特征，然后这个 fine tune 的话是部分 fine tune。然后 SPPNet 它是，解决了它这个计算共享的问题，但是还它只解决了这个问题，其他的问题还在。那比如说，那个你这个特征 SPP 全都是离线算出来的，那离线算出来的必然要面临着一个存储的问题，那存储量很大，再加上刚才1×1、2×2、4×4、21个 bin，那每一个 bin。维度的话，记不清了。假如说是512的话，那这个维度是很大的，存储量是很大。然后还是多阶段训练，没有解决那个分段训练这个问题。训练时长呢是有所提升，那是因为卷积层这块计算共享了，所以它这个时间缩小下来了，明显缩小啊。那它训练时长自然而然的有80多个小时。84降到25了，其他的时间都差不太多啊，主要是因为这个地方，因为60多降到5。然后呢，新问题就是我刚才顺便提到的，卷积层是不能 fine tune 的，这就是 SPPNet 一个问题。但是它这个思想是很好的，思想是很好的，就是解决了这个计算共享的问题。所以呢，它的速度是快了，但是它的性能是有所下降。好，稍微回答几个问题啊，这儿有人问了，我就顺便说一下。一会儿我们连着把 fast 和 faster 全讲。SPP 的 bounding box 回归跟 RCN 的本质上是一样的，只不过是特征输入不一样，一个是 pooling 五，一个池化第五个池化层，一个是 SPP 池化层的输出。
对，因为这个 SPP 它是，多尺度的嘛，那这样梯度回传上是很复杂的，所以他们避开了这块，所以不能翻听卷积层，是因为一个梯度回传的这个技术原因。二乘二四乘四为什么不是奇数？这个我还真说不出来，但至少。因为他这个思想是从哪来的呢？是从那个 Peehog 那块来的。Peehog 他就用的是这个偶数的这种分格。黑匣子不知道里面提的特征是什么，怎么对其优化呢？那这就是深度网络出来之后，这个研究的一个变动，研究风格的一个变动，在出来之前，大家都是在设计特征，谁设计的特征最好，那你这个问题性能就会上来，就是你这个模型性能就会上来。现在呢，因为深度网络可以自学习特征了，基于大数据自学习特征，当然你肯定不知道特征是什么，那所以呢，怎么去优化这个网络的构架？或者是设计，让这个特征提取更高效、更合理，或者是更稳定什么的。所以呢，由手工设计特征的优化转化为这个深度网络结构上的优化。那你想出小论文，那自然而然就是一个方向，就是要优化这些网络结构了。它有什么问题，你就针对这个问题去优化。就跟现在这课里面讲的这个。RCN 的出现的一些问题，然后这些模型，后面的模型都是怎么去解决 RCN 这个网络的问题而提出的优化。当然，这个是需要一定的积累的。比如说，你网络的所有基本网络都清楚他们的一些优化思路，和之前了解之前一些这个传统计算机视觉的一些特征处理手段。那比如说这个 SPPNet 这个。SPP 的实话就是，参考这个 Peehog 这个特征的，是向量 SPP 输出的那个 bin 输出的是一个向量，就说我第五个卷积层输出是通道数是多少，那个 bin 就是一乘多少，比如说是五一二，就比如说你这儿提的五一二个通道数的话，那个 bin 输出就一乘五一二。21个 bin，那就21乘512，这么一个一维向量送到这个全连接层进行训练。数学建模网络结构的优化，网络结构优化本身就是一个模型的优化，本质上就是数学建模。因为你更合理的一个网络，在同样一个数据集上能学出更好的一个特征提取。或者说是更好的一个这个分类推断器，数学公式。当然你要是学出，你要是那个，数学公式的话，你要是，提出新的思想的话，你必然会面对一些数学公式的问题吧，因为你要实现它的这个梯度回传这个算法，让这个网络能训练起来。每个 bin 对应一个，就是一个区域，一个 SS 区域会出21个 bin，就一乘一，二乘二，四乘四加起来21个 bin，还有每一个 bin 会通过 max pooling 出一个，比如说一乘五一二的特征。好，你继续往后，一会儿这块在后面答疑中继续的啊。好，我们接下来就是讲 fast RCN 跟 faster。那
他这个可从名字上来理解，明显的就知道是同一个作者啊，对同一个事情做改进。那这块先对 FastRCN 网络的改进处做一个总结。那当然，叫 Fast 肯定就比 RCN 跟 SPPNet 更快，速度更快了，无论是 training 还是 testing，然后是呢，性能也会更高，MAP 会更高。啊，另外一个呢，它首实现了这个端对端的单阶段训练啊，它这个网络构架的设计首次可以进行单阶段的训练，然后是呢，任务损失函数用的是一个 multitask 多任务的损失函数，那也就是说两个不同，就是因为 RCN 的话，它是有两个任务嘛，一个是做分类的，一个是做 bounding box 回归的。他们操作是分开的，优化的时候分开的，然后各有各的这个 loss function，各有各的损失函数。那这块多任务的意思就是说，把这两个合成一个损失函数，进行统一的训练。这样的话，就是因为那两个如果分开训练，就是至少能出两个阶段的训练。那它要保证单阶段训练，它必须要把两个损失函数合一起。然后呢，就是比 SPPNet 更优的，就是它所有层都可以 fine tune 了。然后因为所有层都可以 fine tune 了，那个中间特征就不需要专门去存了，直接实时的从图片计算出来进行这个 training 就可以了。然后那简单来说，它在 SPPNet 上引入了两个新的操作。其实。只是一个，另外一个是一个又简化，就比如第一个是感兴趣区域迟化层，叫 ROI polling layer 感兴趣区域迟化层，其实就是一个单层的金字塔，单层的 SPP 迟化。那多任务损失呢，就是刚才说的，把两个损失函数合起来进行统一的优化。那下面这个是一个简单的结构图，就是一个图片进来之后。然后进行卷积，五个卷积层之后，通过，当然这块这个区域算法还是 SS 给啊，还是 SS 专门给，这块还是一个独立出来的操作。然后在这个第五个卷积层输出上，我后面默认就是已经做完迟化之后的了。就是如果没有提到专门的迟化层，当然这块跟那个 SPPNet 一样，还是 ROI polling 这一层 ROI 的迟化层是要取代 AlexNet 本身的第五个迟化层的。那迟化层之后输出一个特征，跟 SPPNet 作用是类似，然后只不过这个特征更短，然后送到这个全链接层，全链接层接下来就是一个是进行。分类识别，一个是进行这个 bounding box 的回归，就是区域位置的校正，所以这两个损失函数是合到一起了，所以就是蓝框跟绿框是两大改进，其他地方基本上跟 RCN 是一样的，然后结构图很相似，你注意细节就行了。同样的图片进来，经过五个卷积层共享计算，然后呢，通过一个迟化层，这是 SS 区域提的 IOL，然后每个区域上把特征拿出来做这个 ROI 的迟化，刷后经过全链接，然后是一支呢是进行是贡献给这个分类器了啊，这块的分类器就是 Softmax 啊，就是刚才有人提的 AlexNet 为什么不直接用 Softmax？它这块为了保证能一起端对端的训练，所以它必须用回 Softmax。然后呢，另一支就是这个ROI 感兴趣区域迟化层的输出特征，直接送到这个 bounding box 回归模型，最终形成一个 bounding box 的这个损失函数。那这两个损失函数一相加。可以进行统一优化，那梯度回传的时候就是两支了，
然后这个箭头是一支，这块是另外一支，然后呢，在这儿做一个汇总，这个梯度会一直回传到第一个卷积层，也就是说，可以看到这个网络就是一个点对点的、端对端的全参数翻听。那测试的过程中呢，跟 RCN 就很类似了，下面都一样，图片分别提取区域建议，分别经过卷积层，然后拿到这个 ROI 池化。池化的特征，一方面经过全链接层，然后最终输出到 Softmax 拿到这个分类，然后另外一个呢，经过这个 Bounding Box 这个分类器，然后最终通过这个非极大值抑制进行这个结果的确定。然后这块Bounding Box 呢，它还是一个，这块需要注意的就是，Softmax。其实它一下就把这个 n 加一个分类的结果都输出来了，只不过哪个概率值最大，我们就认为是哪一个分类。然后那个 bounding box 的话，还是 n 个分类，还是一个分类一个 bounding box 的回归。那所以说，它那极大值抑制的那个概率值，肯定还是从这个地方拿的。然后这块是解释了一下什么叫感兴趣区域池化。然后这块是跟刚才的 STP 对比的话，还是我们这儿做了一个对比图啊。左侧呢是 STP 的 poly，比如说我们这儿假设这个第五个卷积层的输出是单通道，那这个黑的图片是单通道的这个特征图片，然后这个绿框呢是这个 SS 算法给出的这个。那个物体区域，哎，这个区域放到这儿之后，我们这块就是提取了，这是四乘四的这个 grid 的网格，2乘2的网格，1乘1的网格，然后分别去出这些特征做 max pooling，最终形成这么一个21个 bin 的特征，这是 SPP。那 ROI 的 pooling 呢？感兴趣。区域池化就是只用最上面这个四乘四，我这儿是四乘四，然后做一个 max pooling，最终就是一个16格的一个特征，还是首尾串接啊。这块一个格可能，比如说我们刚才讲的是五一二，21乘512这么一个长的特征是 SPP net 输出，SPP 的池化层输出。然后那个 ROI 池化层的输出呢，就是16乘15012啊。所以这样的话，这个一方面尺度这个特征长度变短了，另一方面它可以梯度回传的计算就简单了，就好往回传，然后就可以实现端对端的 training。然后他这块说呢，在 VGG net 上改动的时候。之前的网络都在，应该是都在 VGG 跟 AlexNet 上做过改动啊，做这个 RCN 的这个改动。VGG 这块呢，这个 fast 版呢，VGG 用的是七乘七的这个 ROI pooling，七乘七的网格，然后每个格里面，每个 bin 里面做的还是最大池化。然后这块简单讲了一下这个 ROI 池化的这个梯度回传啊，那我们现在我们不去深讲它的数学原理，我们只需要知道，因为毕竟 ROI 它是有重叠的嘛，会有一些像素重叠，非重叠的区域，那就是跟 max pooling 的是一样了，梯度回传是一样。如果是重叠的话，比如说这块，那就是。多个区域的偏导之和了。那这块我们需要知道，假设它有两个区域 R0 跟 R1，啊是 R0 经过 ROI pooling 之后，假如说我们是2乘2的 pooling 的话是2乘2的网格，pooling 之后那就是2乘2的输出了。
然后下面这个呢，pulling 之后也是二乘二，都是四。那我们梯度回传的时候，梯度回传的时候是怎么说呢？你可以看到，它们这两个区域呢是有这么一个像素，这个蓝色画出来的是像素啊，有这么重合了一个像素。那这个像素呢，对于 R0 来说是贡献到了右下角这个网格，对于 R1 区域来说贡献在了左上角这个网格。那我们前面，因为梯度回传的时候还有更深的层往回传梯度。那假如说我们知道了这块的梯度，就知道了这个梯度，也知道了这个梯度，我们在往回传的时候，算它的梯度的时候，那就是这两个梯度相加，梯度相加，那就是这个公式了。然后这个呢，对 xi 求偏导，这个 xi 呢？就是要对这个像素求偏导了，对这个像素求偏导，它是求和，然后多个区域偏导求和，那就是两个求和，这个一个和的维度呢是位置，一个和的维度呢是区域，那对应的就是这两根曲线了，就是这块儿，可以看这儿，R 是区域，然后 G 是位置，然后这块呢。这就是说明的是零区域啊，二呢指的是位置，二指的是这块的位置，然后这块也一样，一呢指的是一区域，零指的是零的位置。所以基本上知道它，然后这个是那个一个类似，不知道叫什么函数了啊，反正是存在的话就是一，不存在就是零。所以呢，这块情况下，因为重合的话是涉及到两个 pulling 输出的，那它必然是两个元素相加了。这就是可以理解一下，简单理解它这个 ROI 池化的这个梯度回传原理。那也就是说，其实这个梯度回传还是比较好定制化的，在 max pulling 这个梯度回传上面做一点改进就可以了。然后。这儿我们说一下它的多任务损失啊，也就是它的损失函数是个什么样的？像我们刚说的是两个损失函数，一个是负责分类的，一个是负责这个 bounding box regression 的。那这块呢，这个是分类的，CLS 是 class 的简称，classification 的简称。这是LOC 呢是 location 的简称。那就是一个是分类器的，一个是这个回归的。那分类器的话呢，这块给出了，用的是什么呢？就是负的概率值，负的概率 log 值，然后是每一个分类都会对应着一个概率，然后 U 呢是ground truth 的概率，也就是说，比如说那个我们训练的过程中，softmax，有20个分类，那 softmax 这个预测层输出了20个概率值，那我可能这个区域的 ground truth label 它的真正 label 应该是猫，那可能排第一个，那 u 就等于零，那我就只把这20个概率，假如说可以像刚才说是20啊，我就把这个值提出来，然后算这个负的 log 值，然后加到。就是加到这个 loss function 里面，这少应该是，少一个这个啊。当然，每一个区域都有这么一个操作，那所有的区域加起来，一个 batch 里面所有的区域加起来，就是它的最终的分类 loss。那 bounding box 回归的这个损失函数呢，它是一个，首先知道是一个 L1 的这个平滑方程，那这个方程是什么呢？就是这个。绝对值 x 绝对值小于一的时候是这个函数，剩下情况是这个函数。然后这个 x 呢，所以我们先知道外壳，知道外壳是怎么样一个函数。那接下来呢，我们是要送这个东西。这个东西是个什么呢？就是跟前面的 RCN 是很类似的啊，很类似的。PI 前面说过了，还是这个 xy 的
这个支教坐标系上的这个差异，就比值。然后呢，这个是极坐标系上的比值。然后是 VI，V 呢是偏差，VI 是偏差。这个偏差是在训练的过程中是需要做高异化的，就是零一的高斯化，高斯微异化。然后这里边呢可以看到这个东西，这个是一个指示函数。这儿指示函数是什么呢？我们因为它这块分类呢，它加了，抱歉，刚才那前面有个问题，少说了一类，就是21类，其实不是20类，因为还有一个背景类，也就是说分类 loss 里面是21类，包含了一个背景类的概率。然后呢，这个另外一个项呢，这个是另外一个这个 bounding box 回归损失的这个项，它是不包含背景的，那这就是这个指示函数的作用。也就是说，u 大于一的时候，是有必要进行 loss 回归的训练的。等于零的时候，因为是背景嘛，那就没必要去回归 loss，因为你那个区域本身就是无意义的。因为毕竟我们这个是要做物体的检测嘛。好，这就是两个损失函数是什么样的。然后这个 loss 呢，是还是刚像我们刚刚提到的，是 n 个 loss，n 个分类，20个分类就20个 loss，然后分类器的 loss 是21个，带一个背景。好，这是多任务的损失函数。那下面训练呢？训练的话，这块就不像刚才那么细说了，流程跟刚才的是类似的。这块需要注意的是一个什么呢？因为它毕竟有 fine tune 嘛，fine tune 的话就是 end to end，不像刚才那个，说错了，刚才不是那个类似，因为它是要端对端的训练，所以我们不需要像刚才那种做一些什么很复杂的分阶段训练。那这块呢，就是两个事情，先拿 pre-train model 做初始模型。VGG 或者是 AlexNet，然后改成这个 Fast RCN，然后在现有的这个物体检测数据集上进行 fine tune。那这里块呢，需要一个技巧，就是因为你是深度网络训练都是 mini batch 嘛，一个 batch 的 size 可能是有一般128，那像我们这儿举例就是128，它用的就是128。那这个 batch 指的是区域的数据量。不是图片的数据量，区域的数据量，有一百，这个 batch 里面有128个区域进行训练的。那我他这儿呢，为了保证这个共享计算啊，他提出了一种叫分级抽样法。那简单来说就是，这128个区域 batch 是由2个图片产生出来的。那也就是说，每个 batch 里面的区域只属于2张图片，每一张图片分别负责输出64个 ROI，64个区域，啊，这个区域还是 SS 出路，这个还是 SS 的那个算法，selective search。这为什么这么操作呢？就是为了充分利用卷积层的共享计算，因为你2张图片嘛，这个每一张图片的64个区域就要做共享同一个。卷积层计算，然后 ROI 呢？ROI 就选取跟 ground truth 重叠，IOU 大于0.5的，然后背景呢，它这儿是选取小于0.5，大于等于0.1的。至于为什么这么设置，你目前就可以理解为就是一种工程性上的一个实验，它实验出来这个参数是最合适的。然后初始模型呢，最好的性能最好的是用的 VGG 16，这块做了一个简单的mini batch sampling，就是分级抽样法的一个演示。2张图片，图片一、图片二，图片一出了3个区域，图片二出了3个区域，那 mini batch 里面就有6个区域，那这个 mini batch 的尺寸就是六了，这是一个简单的举例。那 Fast RCN 呢，性能就是
大幅的提升了，性能也是，准确性也是提升了不少。我们看一下时间对比，RCN 训练时间，先看训练时间，RCN 用了84小时，SPP 用25个小时，3.4倍的提升。那 Fast RCN 呢，9.5个小时，8.8倍的提升，都是针对 RCN 来说的啊，倍数都是针对 RCN。然后单图测试时间呢，这个是最变化最大的。原来呢，一张图47秒，现在呢，SPP 呢2.3秒，20倍的提升。然后 Fast RCN 呢0.32秒，320毫秒，146倍的提升。然后我们看 MAP 性能，准确性66、66、63，然后降 SPP Net 性能变低了，然后呢，Fast RCN 提升了接近的1%吧，这应该是很多了。下面是一个柱状图的演示，柱状图的显示，可以看训练时长，绿色是 RCN。到 SPP Net 到 FCN，到 Fast RCN，单图测试也是啊，下降的都很快。然后这里边呢，他做了一个简单的分析啊，分析了一下实验，分析了一下各个模块带来的什么，都会带来什么样的提升。那首先他考察了一下这个端对端的训练，端对端的训练。然后这块呢，先看单图的测试时长，这是大家都一样的，没啥可说的。关键是这个性能、准确性。他这块用了一个fine-tune 的层数，就说我这个端对端的训练 fine-tune 到哪一层为止所带来的性能提升。那这块意思是，你看这个 F6 层之后，F6 层之后，那就是只把全链接层给 fine-tune 了啊，卷积层是没有 fine-tune 的。那这个时候呢，在 Pascal Walk 2007这么一个数据集上，是准确性是61.4。然后呢，这个呢是 fine-tune 到第三个卷积层，那就第一个、第二个卷积层是不 fine-tune 的，固定的。那这个时候你看性能提升很明显。61.4到66.9，然后呢，之后，那它就是把第一层没有 fine tune，然后第二层级以后全部 fine tune 了，那它更进一步提升了一点，因为差了一层嘛，这两个之间差了一层，这两个之间差了三层，所以 fine tune 的层数越多，性能提升越明显。啊，这个66.9到67.2，1/10000的提升，不是很高。像刚才我们全 fine-tune 的话，有个69.9啊，所以他这块没有画出来，他只是考察了一下 fine-tune 到第六个层、第三个层和第二个层的效果。下面这块呢，他做了一个，就是其他方面的对比。就是多任务，然后这里块呢拆分了一下，就是多阶段训练指的是不是多任务啊？多阶段训练是非多任务的训练，然后 multitask 训练，这是只把那个就说训练的时候是把bounding box 回归跟那个分类 loss 加到一起的。但是测试的时候是没有用 bounding box 回归的啊。然后下面这个呢是完整版的，第三个是完整版的，就是 multitask 训练和这个 bounding box 训练，再加上 bounding box 测试阶段的使用都加上。我们可以看到这块 y 的话就是有没有用到这三个东西啊？那第一个只用到了。我们看都没用到，是这个记不清是什么，这个我们先不管它。然后这个呢，multitask 只用了一个 multitask 是63，然后相对应的，我们对比这块
在用了 Multi-Task 基础上，又用了测试阶段的 Bounding Box 回归，然后性能提升了3%。然后呢，Jigger，我们用了多阶段训练，也用了 Bounding Box 回归，啊，性能只提升了一点。然后其实这个呢是要跟谁比？这个呢应该是跟这个比，因为他们都用了测试阶段都用了 Bounding Box 回归，但是训练的时候是不一样的，一个是用 Multi-Task 统端对端训练的，一个是用的是多阶段训练的，可以对比出来，它们差异是2.9。那也就是说，多阶段训练和 multi-task 训练之间的性能差异是2.9%。然后，测试阶段用不用 bounding box 回归，这个带来的性能差异是3%。那这块对比呢？对比的话，这两个就是要对比了，就是有没有用 multi-task 带来的性能差异是0.8，这个不是很明显啊。基本就是这么解读这个图。好，那我们下来说这个，FastRCN 呢，之前 Fast 就是快速版的 RCN，解决了一个端对端的问题，解决了一个端对端的问题，然后是卷积层的共享计算，其实在 SPP.NET 就解决掉了。那个 FastRCN 呢，有一个什么问题呢？它就是它那个区域建议的生成算法 SSSelective Search 还是一个独立的东西。那 Faster 呢，他觉得，我这个区域建议也应该由这个卷积层第五个卷积层的特征输出来决定。那这样的话，相当于说是，把那个区域建议的生成算法直接集成到这个网络里面来，FastRCN 里面来，所以形成了 FastRCN，它这个更快速版的 RCN，指的就是它把这个区域建议这个生成网络给集成进来了，那就叫它这个网络就叫 Region Proposal Network，区域建议的网络 RPN。简称 RPN。那简单来说，Faster RCN 就是等于 Fast RCN 的这个网络，再加上 RPN 这么一个子模块，取代了 RPN，取代了这个离线的 Selective Search 这么一个算法模块。目标是什么呢？进一步共享卷积层计算，因为这个 RPN 是基于这个第五个卷积层输出的，进行输特征，进行区域生成的，所以它进一步共享了卷积层计算。然后这块提到一个新的说法，比较热门的一个说法就是，它是基于这个 attention 注意机制的，注意机制。那也就是说，它这个 RPN 的作用是什么呢？它引导 fast RCN 去关注一些特定的区域。这块就是一个引导啊，它生成一些矩形框，生成一些感兴趣区域，然后在这个特征层上进行特征提取。另外一个呢，就是之前我们提到 SS 算法输出的是2000个区域，那它这块呢，这个区域的输出是量少质优啊，300个左右。那也就是说，像我们刚才提到那个 PR curve，就是不仅 recur 会召回率要高，而且这个物体的这个区域建议的精度也很高啊。然后右边这个就是网络图了，我们刚才看了很多类似的了，这是第五个卷积层的卷积操作，然后输出第五个卷积层特征，第五个卷积层特征，然后特征出来之后，一个分支是走 RPN 网络，要生成区域建议，要生成区域建议300个左右。那另外一支呢，是基于这个区域建议进行 ROI 的池化操作。啊，最后面呢，就是跟 FastRCN 一样了，是一个 multitask 的 loss。
啊，这块呢，具体说一下这个 RPN 网络，因为其他的地方都是完全一样的，跟 FastRC 完全一样，所以只说一下 RPN 网络。它解释一下这个 RPN 网络是怎么去生成这个区域建议的。它本质上是一个全卷积网络，挺简单的一个网络。那这个网络呢，它是两层，第一层。这是第一层，是一个3×3的卷积，256个输出通道。第二层呢，是2×1×1的卷积，两个分支，一个分支的输出通道是 4K，K 是那个叫区域，我看是区域，不对不对，不是 K 不是区域，错了。K 是这个值啊，我们一会儿具体说。就是一个分支 4K 输出的是什么呢？输出的是这个矩形框的这个 offset 偏差。另一个呢，输出的是这个分类值，这个分类是二分类啊，就是说它是不是一个物体。这就是这个区域间隙生成器的。它只去关心这个区域里面有没有物体，所以它这块的输出就是一个二分类，2K 中的二，就是物体的分值和非物体的分值了。然后我们看一下这个，对，那下面再说一下这个，它这面提出了一个参考框啊，参考框其实就是一个基础框，这个框呢有9种，怎么个9种呢？三种尺度和三种比例，尺度就是大小，比例就是长宽比，三个比例，1:1、1:2、2:1，尺度呢，128、256、512，排列组合那就是九种了啊。那中心呢是跟卷积和的中心是一致的啊。那它这块3×3的卷积，就是跟卷积操作一样了，是一个滑动窗口，只不过每一个像素位置上会出。9个参考框，它们代表不同的尺度和比例。然后这个地方呢，显示的就是这是一个演示啊，这就是9个框重合在一起的效果。啊，这块是摊开的9个框，那也就是说这个参考框的数量应该是这么多啊，K 是9，WH 分别是这个图片的长宽。因为一个像素上就要出9个框的啊，然后呢，这个 offset 是对这九个框的这个，对这个九个框的这个偏移的一个纠正啊。所以我们看这个图，比如说我们这个3×3卷积核卷积到这个位置上，这就卷积核中心的位置对到这个像素上了。那这个卷积核呢，会输出，那也就是有256个3×3的卷积核。要输出256个通道的特征，这个通道的特征呢，分别送到这个是否是物体的这个分类器上，有这么一个卷积层1×1的，然后呢，再送到一个 4K 的这个坐标偏差的这么一个层，然后呢，那这两个最终的输出就是 RPN 网络的输出，是最终是要让那个。ROI pooling 层使用的，ROI 置换层使用的。然后这边的意思就是，我基于这个中心，怎么去拿出这个九个对应9个框？啊，这块介绍了一下 RPN 层的 loss，它这个损失函数。损失函数一样，还是有两个，像我们刚才讲了，有两个分支，那两个分支各自带来两种损失函数项。然后这个呢是分类，就是有没有物体了。然后这个呢就是这个bounding box 的偏差。啊，这个 RPN 网络是要单独训练的，需要单独训练的。像刚才说的二分类，然后回归的话，那套策略跟 FastRCN 是一样的，
还是用的是 smooth L1 的这个函数，然后差异呢还是 x y 用直角坐标，然后是 w h 用极坐标的这种比值差异。然后呢，对应的是这块呢，就是 x，这里面有 x x a 和这个例子举的是 x 啊，不对不对，不是都有，然后。这块呢，我们看这个 x 指的是预测的结果，xA 预测的，xA 呢对应的是 anchor，然后是 WA 呢，它这个错了，这是 xA，这应该是 xA，它写错了，这是 yA。感觉它这个公式这个我回头再确认一下啊，一会儿没准我一会儿就想起来了。反正是这个比值关系是跟之前是一样的，先记住这个。然后这块呢，输入特征是3×3的卷积了，因为刚才像比如说。RCN，原始的 RCN 用的是 第五个卷积层的迟化层输出，SPPNet 用的是 SPP 迟化层的输出，FastRCN 用的是 ROI 迟化层的输出。那这块呢，它用的就是3×3卷积的输出，所以这是它不同的特征输入最大的差异。然后指示函数跟刚才一样。也是背景类是没有，是零的，没有那个像背景类是这块是为零的。然后 mini batch 一样，128个正样本，也128个负样本，然后是单个图片出一个图片，就是一个 mini batch 里面只有一个图片来生成区域，然后这个图片各自生成128个正负样本。正样本呢，就是跟 ground truth 大于0.7了，然后跟 ground truth 小0.3的，就是负样本。然后这块我们说一下 FastRCN 的训练流程啊，它本身也是一个 end-to-end training 啊，只不过是因为它是有两支，一个是 RPN 网络，一个是 FastRCN 网络，所以需要分开训练。它这个叫分步训练不是分阶段啊，就每一个步骤的训练都是一个 end to end 的 training，都是一个段对段的训练。然后第一步训练 RPN 网络，然后是网络卷积层的初始化用的是 ImageNet 上的一个预训练好的模型参数。先把 RPN 训练一下，第二步训练一下 FastRCN 网络。然后还是用 ImageNet 上的这个 Pre-train 的 model 参数进行初始化。然后呢，它这块因为这块 FastRCN 是要用这个区域建议的啊，这个区域建议是由第一步生成的，第一步训练好的模型生成的。这块的话是没有卷积共享的，你可以看到大家都是用的 Pre-train model 啊，这块还是。第二步还是没有出现卷积层共享，然后第三步的时候呢，要 fine tune 调优 RPN，它用的是什么卷积层参数呢？它用的是第二步的 FastRCN 与这个训练出来的这个卷积层参数作为初始化，然后但是卷积层是固定的啊，不做 fine tune，是 fine tune 剩余的那些。全链接层，然后调优完 RPN 网络，再调优，再 fine tune 这个 FastRCN 网络，然后呢，卷积层呢还是固定的，还是固定的，然后还是 fine tune 全链接层，然后区域呢，这次区域是由这一步生成的，
所以说这个是两个阶段的训练，每一个阶段，不是那个阶段啊，就是两组训练，第一组是这个无卷积共享的，无卷积层共享的训练，第二个是呢全积层共享的训练。那这样呢，能拿到性能对比，我们看到单图测试，RCN 50秒，Fast 是2秒，Faster 呢，这个是0.2秒啊，基本上，性能的话，基本上 Fast 跟 Faster 是没有啥变化的，就是时间有了一定的改进。然后刚才我们说了。那个 VGG 其实是47秒，因为它那个47秒是没有把 SS 这个时间算进来的，它这块多出的3秒钟其实是 SS 的计算时间，啊，这块也是比之前要多一点，所以它这比的时间是把那个区域生成建议的那个算法时长也拿进来了，就测试时间啊，这个是说的是测试时间对比。好，我们这节课基本就讲完了，就是四个网络，都是一脉的。然后是代码的话，我还没调好，我会在这周五的课开始之前放上去。然后包括到时候数据集也会往百度网盘上放。好，我们开始答疑，把后面的 Fastjet 网络答疑一下。先看看刚才跟大家积累的一些问题。Bounding box 到底在干啥？还有点懵。Bounding box 是一个什么呢？是一个区域，因为你 Bounding box 是一个矩形框嘛，矩形框是由什么来表达的呢？左上角那个点的 XY 值。和这个区框的长宽值，就宽高值。那 SS 这个算法提出了一堆的区域建议，这个区域建议它不一定是精准的啊，它可能是有点偏差的，就无论是中心位置上有点偏差，或者说是长宽上有点偏差。那个 bounding box regression 是干什么的？它就是要把这个偏差给解决掉，就是。优化一下这个 SS 算法提出的所有区域的位置，让这个位置更精准一点，更好的就是抠在这个物体的边缘上，围在物体边缘上。对，金字塔是一种传统的方法，用它池化，对，就是一种改进，这就是一种改进，就是用金字塔池化是一种改进。包括后面的 FCN 语义分割网络也有金字塔的思想啊。这种改进呢，其实有可能你在大家看来可能会比较简单，可能都能想到，但就是怎么去把它很好的应用，让系统带来更大的提升，这个是一个难点啊。所以想到了不一定能真正的把它实行出效果。对，SS 算法会出很多区域，然后每一个区域在做ROI 池化的时候，会出4×4个 bin，这个每一个 bin 会覆盖不等数量的像素，根据这个区域的不同尺寸比例，那最终不管是多少吧，最终它会。通过 max pooling 去合成一个像素的输出，然后通道数上是不变的。对，ROI 相对于 SPP 反而简单了，效果好是因为，正因为 ROI 比 SPP 简单了，所以它可以进行梯度回传，可以 fine tune 前5个卷积层。那 fine tune 呢，对于模型性能的提升是很至关重要的，这就是为什么它。精度高了，
每一个窗分解成许多小的辫子，对，比如说你撕成四网格，就16个辫。那 window 我理解应该就是一个区域啊。fast.rcn.ss 对，还是 fast.rcn，因为用的还是 SS 嘛，所以它的区域还是2000个。他这块做了一个剔除啊，这块概念是不一样的。那个2000呢，是他测试阶段的时候出了2000个，测试阶段的时候出了2000个。然后训练里面说到的那个数量确实是不够的啊，包括那个SPP，它也是用不到2000的。它一个 mini batch 里面，它比如说，用了 SPP 的话，不是用了2张图片吗？每个图片出64个，这64个是通过那个，跟 ground truth ROI 进行计算之后剩下来的，要拿到正负样本。当然，如果数量多起来的话，它肯定要会有一个，随机选取。fast.rcn 可以在卷积层 fine tune，它主要就是可以在这个卷积层 fine tune，5个卷积层 fine tune，是因为它提出了简化版的 SPP 池化，也就是 ROI 池化。简化版意思就是单尺度的，只是4乘4，或者是 VGG 的7乘7。SPP。应该是不可以的吧？然后我忘了这他们这块的具体解释了啊。因为 SPP 是3层嘛，它做了3层的那个网格的池化，然后是 ROI 的话只是1层。SPP 不是1乘1、2乘2、4乘4嘛，然后是 ROI 的话只是一个4乘4。那这个就是因为你区域之间都是有一定的重合的。这个重合的区域处理起来比较麻烦，所以你单层的这种 ROI 就稍微就好办一些。你要是 SPP 的话，因为是你三个 level 三个层的，所以这个就很复杂了。ROI 的全称，对，是这个，不是 interaction interest。感兴趣区域，region of interest。SPP 不是端对端，是因为它那个 SPP 池化没办法端对端。RCN 不是端对端，是因为 RCN 的输入是一些，是因为 RCN 的分类器是 SVM，模型发展之初，它肯定还一步没办法一步发展到端对端上，所以慢慢的改进吧，改进到 fast.crcn 这一版的时候就可以端对端。ROI 梯度回传不太明白，这个我不太明白，我回头下节课细说吧，下节课细说。离线的意思就是你的东西都是提前算好的，就比如说那个 SPP Net 的那些特征都是你提前算好的，存到一个文件里了。然后因为 SPP Net 不是只能 fine tune 后面的六七八的全链接层嘛，那你在 fine tune 的时候，其实直接是读的存好的 SPP net，不是 SPP 池化特征进行 fine tune 那3层的。所以这个，因为你这个特征是提前存好的，所以就是一个离线的操作。那如果你端对端里面的话，你那些池化，比如说 ROI 池化层特征都是马上算出来的，
那这个叫在线实时了。啊，Smooth L1 刚才 PPT 里有那个函数，回头翻一下去吧，是一个分段的，就有两个子函数。好，感谢你们的认可。实例分割，这个我还，这几个网络如何用到实例分割，这个我还不清楚啊。至少我直观理解来看，他们是用不到的，因为他们的输出是一个 bounding box 外接矩形，因为实例是一个多边形的东西。实例分割的话，就得往那个语义分割那块靠了，就像素级别的那种分类了。也许到时候讲完那个你就会清楚。金字塔在 Fast RCA 那部分应用还没讲啊？金字塔在 Fast RCA，Fast RCA 里面已经没有金字塔这个思想了。Fast RCA 已经，有，但是它是特例，因为它只用了一层。金字塔一般都是多层的嘛，它只用了一层，就是那个4×4。然后我刚那块不是有个实化层的对比，实化层的对比已经说了这个区别了，SPP 跟就这个，这边是 SPP 的演示嘛，这边是 ROI 嘛，对，那这边是金字塔的一个思想，ROI 这块呢，ROI 这块呢就是一个单例了，严格来说就不算是金字塔。那我稍微简单说一下你那 ROI pooling 吧。具体的数学方面，因为要涉及到推导了，所以肯定是一下讲不到很明白。但是你要思想是能够明白就可以了。因为我们知道梯度回传的话，都是后一层要往前一层传嘛，就是后一层某一个像素上的梯度值，它会回传到前一层相应像素的梯度值上，那些相应像素呢，就是在前馈计算的时候，贡献在这个后层像素值上的这些所有像素。那这块呢，我们按这个来理解呢，假如说，R0 是第一个区域了，现在我们这儿就说两个区域。R1 是第二个区域，这两个区域呢只有一个像素重合点，X23。那我们在 pooling 之后呢，这个像素是贡献到两个地方了啊，这个像素，一个是贡献到了 R0 这个实化区域的一个输出点上，也就右下角，因为它要分成2×2网格的话是这样的，它贡献到这个上面。对于下面这个区域呢，第二个区域 R1 呢，它贡献到这个位置上了。2×2网格是这么做 pooling 的啊。这个比如说这个网格里面六个像素要做 pooling 的，那你在梯度回传的时候肯定是要往相关的上回传啊。那像这个梯度回传，肯定是要往这六个上都要传的，梯度都要传到这个地方的，六个都要提传的，因为这六个像素为这个 max pooling 的输出做了贡献。然后呢，这块的例子讲的什么呢？讲的是重合的区域去怎么办。那剩下这五个是不重合的，直接套用 max pooling 的梯度回传。那对于重合的呢，那这个梯度回传就来源两个部分了啊，因为它是重合的嘛，它对于这两个实化层都有贡献。那梯度就是这两个都要回传到这个位置上要相加的，这就是为什么这块是相加。R 的话呢，就是零或者是一；J 的呢，就是二或者是零。然后 J 呢，指的是那个位置，区域的位置，
就是我这块儿它是应该是这两个 pulling 的位置，在这两个 pulling 层里面的位置，然后就相加之后，因为像这两个回传回来之后相加，就组成了这个像素位置上的这个梯度。啊，基本原理就是这样。具体，因为这个你再往深入的理解的话，你就还得知道什么是 max pooling 的梯度回传。然后想知道 max pooling 梯度回传，你又得知道基本的梯度回传。基本的梯度回传又得知道一些各个层的梯回传方式，然后片导的链式规则什么的。那这块整个就是一个 BP 的数学算法，所以这块就知道这个思想就可以。这些网络有没有可以创新的地方？应该是有啊，因为你看 FastRCN 还是有一些问题的，比如说它那个全链接层没有共享，它只把全基层共享。那这个就是后面那个下一节课要讲的 RFCN 要解决的问题。那 RFCN 是什么问题？我是还没发现。大家可以如果有兴趣可以看看那个论文作者都说了什么。或者自己基于这个任务的理解去发掘一些问题。当然，任何一个模型都可以改进，因为那个性能是可以不断的提升因为 RPN 层是基于那个五个卷积层计算的嘛。所以说，那五个卷积层在训练开始的时候就要用那个预训练好的模型参数，就那五个卷积层是用这个参数的，RPN 层参数是要重新学的。OpenCV 物体识别是说第一课的那个吗？那个是一个用了。哈尔特征是一种小波，哈尔小波特征。然后分类器呢，用的是那个基联分类器。网络上都有 TensorFlow 的代码，这些的应该网络上都有的。因为 TensorFlow 现在很出名了，很出名了，然后工业应用也很多。企业用的很多，所以呢，大家都会就不管原作者是怎么去用什么代码，用哪个框架去做这个网络，但最终都会有人用 TensorFlow 去重现的。所以说，网络GitHub 上面一搜都是有的，但是质量高低就不好说，因为这个CN 模型目前来说，重点还是大家都在用。可费来做，CN 大家都用可费来做。PyTorch 的这个，我没去重点关注啊。我个人感觉 PyTorch 的推广度没有 TensorFlow 广。就现在基本上 CNRCN 和那个 FCN，基本上只要是跟卷积网络相关的，基本上都是可费这块来做的。好，还有问题吗？啊，对，问卷调查，还有一个大家记得做一下问卷调查。先调查，好，今天基本上就是讲网络，然后因为是各个网络它们之间都是，
有共同的跟就是一脉的，都是同一个作者，所以呢很多联系也比较好懂，然后改进点都是一个一个改的，所以直接知道了解他们的改进思想，他们的这个网络主要就是改进思想和他们那个训练的那个操作，这两个是比较重头的地方，尤其是训练这块啊。因为很多深度模型训练其实上是很，有时候是很关键的，训练顺序啊，或者一些初始化模型的使用啊什么的。做不到，现在识别效果全都是 CNN 的天下，传统的思路是做不到的。可费预训练模型准确度不高。对，它模准确，你直接用它预训练模型准确度肯定是不高。这不，你在这个模型基础上还要拿自己的数据集去做 fine tune 吗？只不过预训练模型给的作用就是，你不需要从头去训练了，你可以从一个合适的高点上，站在一个巨人的肩膀上做更好的训练。这个预训练是的优势是在这儿的。人脸识别我介入不深，但是肯定都是拿深度模型来做的。也大家做法也不一，然后很多种思路啊，论文真是一堆，很多有用 CNN 的，甚至还有用 RNN 的。所以你可以看一些经典文章吧。就是严格来说，这个现在说的这些检测网络，因为它是通用物体的检测嘛。人脸是一种，更细分的一个数据集领域，所以需要有一些特殊的操作和照顾。但是现在我们说的这些网络是可以拿人脸数据库做检测的，因为就是一个二分类嘛。那通用物体那是20类或者是200类，人脸的话那就是二分类，直接就是有脸，有人脸还是没人。可以，那个视频是 3D 识别，3D 识别是 3D 的数据识别呢，还是视频流的识别，都是可以的，都可以混起来用的。素描拍照，那我具体不是很清楚，我估计就类似一些边缘检测算法的一些调用。好吧，今天就这样吧。我们有什么问题，直接在小象问答上直接提问，我抽空会一一解答。好了，我们今天就到这里。好，大家再次祝贺大家端午节快乐。还有一天的假期，好好享受。回头中午我们再讲剩下的部分。好了，那我，好，再见。